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席。萨拉姆加州马来文的跟安顺的兄弟姐妹乡亲父老大家阿们好。我今天早上在太平，下午在安顺，刚才在四根庄，然后现在在这边，等下还要飞去十二 B。 我们每一天晚上拼到完，就是在等最后八天，五月九换政府。马来西亚我们给了国政60年，这60年来有搞了，我来安顺进去安地跟我说，路坐卡车就坐在你买摩托就输出去，坐车就马吉利，买厝就是西利，这摆大选要让国定死，国定不死我人隆重死，敢无？两百好意思，我哪知道无路行了，所以改朝换代是我们最后一条出路，也是唯一的生路。我们没有后路，不要走死路，要活路。击败爱好国顶斗。今天晚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新出口的民调，鼎窝刚刚告诉我 ，Rafizi Langli 打电话给我，好消息，他说马来西亚这一次最新的民调。国政的马来人支持度剩下18%，上一届大选支持纳吉国政的有57%，今天到今天只剩18%。所以各位，我们全马跑，不止现在华人要换政府，马来同胞、印度同胞全部也是一样。昨天我在这一个 Chitraputram， 我们安顺最大的印度神庙的这个庆典。我站在那边4个小时，派水派了10000杯，分伞给了5000-6000个这一个伞，很多同胞看到我，印度同胞告诉我，都是跟我说，阿尼，印那穆特马特文，跟那乌巴印尼咖喱啦，全国各地的印度同胞，他们认得我的，告诉我说 ，We must change, change we must. This is the final chance. Is it do or die? Is never do.Now or never, and we want to prove to the world the Lord in Dan will be the forerunners for the chain of government. A new Malaysia is in the making, and we are going to prove that the Lord in Dan, yes, we can. 各位，我很一路来都强调，马秀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昨天他来印度神庙，我还捧茶敬茶给他喝，《新州日报》还有灯，你有看到啊？我还捧茶给他喝。我直接跟他多骂讲，我说能阿杜里好朋友，他是福州人，我也是福州人，所以我用家乡话跟他讲，我说我跟你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有一点不一样，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但是你是好人，你进错党，我是好人，我进对党。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他，我是好人，我是有正义感的好人，我不会为了一直在官位而包庇，好像纳吉这种贪官。我还告诉他多玛，我说你放心啦，我来安顺，我能行买一送一，稳赚不赔啊！我赢了，我们赢，我们还可以委我们可以委他去做上议员，监督我们的政府啊，对不对？我们是对，没问题的。马秀强是好人，我还公开邀请他，如果民政党输掉了的话，我们邀请马秀强加入民主行动党，让他可以告别黑暗，拥抱希望，对不对？我们做人最重要有原则，有尊严，有骨气，不能你一个看到阿吉哥这样，你现在投给国政就是投给纳吉，对不对？纳吉还可以投啊，不在戏嘛就投咯，隆重我能摘爷吗？是不？现在搞到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怎么样？整个市场行情坏到不能再坏。刚才我从四根庄一路回来安顺，我们在那边，我的司机在那边一直算，哎，这个店又是空的，这个要来弄，这个要卖，这个要租，这个要空的，隆重康康哎，黑漆漆的一片。大家都知道行情几坏，对不对？马来西亚现在一年30万人破产，整个行情坏到不能会讲。小贩做生意也说，哎呦，这个月行情淡到，我告诉你为什么行情坏，因为市场没有钱。为什么市场没有钱？阿吉哥嚼太多了啊，所以你选火箭党我们帮你掌水，你选国阵他帮你嚼水，
我幫你漲水漲到阿美迪可以翻水，你哋就唔使散水。呢、這個就係我哋唔同嘅地方。你俾國陣佢嚼你嘛？唔係咩？哦 ，GSD 又嚼 ，OneMDB 又嚼，係咪？買潛水艇又嚼，買飛機又嚼。但係你選火箭筒，我幫你漲，漲到靚靚。明年後年你哋就全部有水分，全部唔使散水，靚冇？呢、這個就係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我告訴大家，我們過去給了國政，他說要發展，沒問題。小弟如果中选在安顺，我们当然也要发展。如果我们做部长，不只要发展安顺，还要让安顺的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城市，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会玩很臭。鸡别吵，我跟你讲，你看到今天吗？刚才有看 DVD 吗？现在连前任首相，马来西亚的发展之父，过去国政把他当成神来拜，马华民政天天 kiss 他的脚的蹲马哈爹，马哈爹的照片 SBR 要跑上去用剪刀剪下来，马哈爹的像他们看到马哈爹好像看到鬼一样，没有盂兰节也好像碰到鬼一样，所以不能放。但是他不给我们放，我们就偏偏要放。我今天刚刚在安顺放了10张马哈爹很大张的照片。现在是全国民主选举大选，我们没有放马哈爹，难道我们放什么人？哎，马华厉害，他放中国共产党主席习近平的照片。我想问马华，现在是马来西亚选举还是中国选举啊？我们马来西亚大选安顺选举，你放中国共产党主席习近平的照片干嘛？难道习近平是候选人吗？对不对？但是习近平的可以放哦，警察没有推翻到哦 ，SBR 也没有剪，其实不要紧的。其实哦，马华要放什么照片，我们都不会反对。如果他要放啊，这个周杰伦的照片啊，刘德华我们也可以的。民主选举嘛，有什么问题哦？但是你不要剪我们的照片嘛，对吗？啊，哎呦，累咩咧？个人是扛苦人呢，对不对？民主选举嘛，但是他们真的是臭到不能臭。你看呐、啊，提名当天。哇，你们看到蔡天强不能提名，很多人很生气，为什么？哦，他给的理由是蔡天强曾经被法庭罚款2000块，所以因此根据联邦宪法必须丧失资格。可是各位，蔡天强不是今天才被罚款2000呢，蔡天强是2011年就被罚款2000块，他上一届大选2013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选区、同样提名，完全没有问题啊。为什么2013 505的时候没问题，2018就不能选？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选举官换了人，今天的选举官是等于整个国政的傀儡，他们就是只手遮天，为所欲为，没有把法律看在眼里，无法无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我讲呢排国阵呢个政府系法国餐嚟嘅，咩叫法国餐？法国餐系好靓嘅，系咪？中睇唔中食，系多鲛鱼嘅。法国餐系多鲛鱼嘅，明白冇？冇理由你咁样咪搞摆得而家唔得，有冇理由啊？另外一个更离谱的，我跟你讲，现在他越做啊，人民越生气啊。那个印度医生，一个印度医生做了医生很多年，这一次鼓起勇气去打森美兰州的州务大臣 Dr. S. Srivam， 对不对？他去9点提名，他8点就到了，在门口摸泥巴，摸到那个气都掉了，选举委员会不给他进去，理由什么？哦，忘记带那个候选人的卡。可是我们的法律讲。我们法律讲什么？其实候选人不必在的，只要你的提名人、复议人有出席就可以了。就好像428提名当天，小弟在安顺提名，晒到黑黑，你看现在晒了4个小时啊。我没有去太平提名啊，可是我的提议人、复议人在后栏一样可以提名，对不对？我都不需要去，可以提名。为什么他不给他提？他偏偏不给他提，然后让巫统的州务大臣不劳而获。这种不是打抢，这种是光明正大的抢，直接抢掉我们的民主，抢掉我们的选举，抢掉我们的国家，抢掉我们的未来。这一次一定要狠狠教训国政，好不好？第三，这一次的大选绝对不是尼可敏来对马秀强，不是行动党对民政党，不是行动党对马华，也不是我们对国政。这一次的大选是人民的力量要对抗巫统的种族霸权。 This is the time of people's power. We have to prove to the world to fight against
I'm no political hegemony. This is the time we bid farewell to all the corruption by Najib and Rosman. The judgment day will be on the 9th of May. 9th of May will be the judgment day. This is the day the 30 million Malaysians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This is the time. Let us teach them a lesson. Show them the people's power. Kali ini pilihan raya sangat senang saja. Orang tanya macam mana nak pilih. Senang. A, kamu pilih pencuri. B, kamu pilih mereka yang terima duit dari pencuri. 3, kamu undi mereka yang mahu tangkap pencuri. Pakatan Harapan adalah pihak yang nak tangkap pencuri. Oh, kanannya mah. Sang kau sinjak, ya kau cak. 一个系攞贼女嘅，第三系捉贼嘅。我哋就系捉贼嘅，我帮你掌水唔捉贼，点样掌啊？系咪？剩差八日啫，新嘅马来西亚可会唔会更加好？而家就系睇安顺嘅人民嘅手上，千祈冇赌啊！我又收到风，我好惊啊！我唔只系惊，我好卵惊，我冇女啊！攞咩你同人哋斗啊？ 系咪？佢哋攞500万出嚟，系咪？1000票一个人就可以买5000票，我就sayonara玩完啦。所以希望大家，请大家高抬贵手。如果你真的很想赌的话，没问题，我带你去太平赌下雨。太平赌下雨有没有下雨？最多我输你一杯贺嘎西。你知唔知咩意思？贺嘎西不？安顺出名是鸡穷凡吗？太平真正出名是贺嘎西。 老虎咬狮子，只有太平有其他地方没有。赢了我请大家去太平喝贺嘎西，好不？这个只有，所以各位，我们如果要赌爷要无伤大雅，不要赌上子孙的前途，不要赌上国家的未来。钱可以赚，但是千万不要靠赌，不要让大选，尤其是大选，千万不能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和子孙未来10年、20年的命运。这一次大选，我们摆得很清楚。 我今天晚上再一次的宣布我们的十大政策。第一，一旦执政100天内，记得8月19号，8月19号就是你还消费税的最后一天。8月20号过后，马来西亚人不用再还消费税，一年省450亿。市场资金一回来，水一来船就走，谁一都选就会行了，选一行大家路人接拜都好死了。 冇话未好写，话搞得当。按照好写，400个就亿，而且现在关税局已经公布他们明年的目标，消费税从400亿要增加到609亿，还要增加多200多亿。就是说，6%要起到9%，不然怎样增加200亿？再加200亿，现在400亿我们都到这边了，再多200亿，我哋全部去富贵三中报名啦，系咪？ 仲等乜嘢？而家我哋为自己下一代唔改变，等死路啊，等死啊，冇可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宣布，各位，安顺有西海岸大道， 2020年要建好了。可是各位要收钱的，而且不是收3年、10年，要收60年。小弟今年46岁，如果安顺西海岸大道收60年，刚好收到我106岁。 106岁，我应该活不到那时候。我100岁已经去富贵山庄，睡很好睡了。 60年，但是如果换政府，我们收购大道公司，安顺西海岸大道，免费大道给大家走。但是一定要换政府，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把握。马来西亚一年的预算2800多亿，根据我们的这一个总稽查师 Auditor General 的报告，有48%是有漏洞的，48%是1000多亿。我只要在这48%里面把那个漏洞堵住一半，一年可以省500亿，根本不用收消费税，钱省下来买大道公司给安顺的人走，免费大道，对不对？第三，我们的一旦执政已经通过，不用好像哦，我们的这一个我的这个小朋友啊，马华的这个副教育部长张胜文。 张胜文天天讲要承认统考，只剩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他的最后一里路从英国走到美国，从美国走到中国，中国走到印尼还没有走完，我们不用这么麻烦，我们安顺走到大港，走到这个半港就走完了。
一换政府，明年开始独中统考文凭全面承认，三名独中的学生可以进马大、进工大、进理大、进国大，还可以担任公务员。一人唔敢做诶，我人做好路垮，好吗？第四，一旦执政，在安顺的八尾、十二 B 新村，所有新村的同胞，听好好，路人祭拜好写了。明年过新年，我来安顺给所有新村的同胞一人一张永久地契送给大家，作为见面礼，好不好？决定唔敢做，我人做好路垮。我们过去执政其实已经做了，我刚才手上有一张永久地契，忘记带来哦。我们曾经处理过，给了200多张，后来因为许月峰跳槽完蛋啊，没办法，不用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后再来给不迟。是啊，就虽然正义会迟到，但是他最终一定会到，大家放心啊。这个是第四、第五，他们说这次是马来海啸、华人海啸、印度海啸，我说都不是，这次是安地海啸，击败安地或血量。我们执政，我们要成立亚洲唯一第一个够家庭主妇公积金啊，你有听过吗？哦哟，阿咪来，阿咪什么咪下来？我跟你讲，你响屋企有凑仔冇，有位奶粉冇，老公冇俾人买，唔使惊，我俾你。嘿，我哋有家庭主妇公积金，每一年俾你600万，五年俾你3000万，每个太太将凑屋企凑仔都有得攞。槟城已经俾咗啦，但系俾唔够多，因为钱唔够嘛。但是中央政府我们 take over， 哈 then VN game over， 你这就好死了。这个家庭主妇公积金一开始的话，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所以不用只是看啊。最近我知道了安顺的同胞，其实啊，我真系好高兴，我一嚟到系咪带俾好多欢乐俾大家，因为啊，佢哋一听到啊，捱可晚嚟，哇，晚晚都有免费餐食啊。我听讲而家仲有免费嘅披萨黑食喎。是不是有没有啊？还有人拿到那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 free voucher 啊，还有去入去，是不是不用点菜的，四样菜照比，总之你吃了就拍屎忽走人，来听火箭演讲就啱的啦。啊，总之就饭照吃，钱照拿，歌照听，票就投两粒眼睛，哈，都投白照啊，仔不阿姨，都买豆子粒啊，还豆糯粒哦。古早话人家都讲是诺基回自回去啊，是不？一国一州，击败回自不？击败回自去哪里？火箭藏心中，但是眼睛照样用啊！诺力白蕉别使斗志力，斗志力白蕉别兼，系诺力诺力话清楚淡薄啊！广东人都讲嘛，我哋做人最重要系咩嘢？做人最重要醒目，目系咩咧？眼睛，人民嘅眼睛系雪亮嘅。是不是我们给了国阵60年老爷车换了换新车，新车里面还装了火箭的 engine， 走得快一点嘛，是不是？试一下不会死人的嘛，给我们做10年，你不要给我们做5年，五年我做不来。我坦白讲，因为为什么那个窿太大了，阿哲哥那个窿画得几大窿你知道吗？第一个5年我要帮他填窿先，填好晒，是不是？第二个5年路能接败都好死了。好像槟城雪兰莪都是这样嘛。槟城雪兰莪州，我哋啱啱接管嘅时候，哇攞过嚟，哇惨了咯！你知道吗？槟城刚刚接手的时候，林冠英打电话，我非常愁苦啊，愁眉苦脸。2008的时候，一看到那个账目，就银行只剩6亿，欠中央银行7亿，对，讲不好听，差不多要破产了。而且那时候槟城州啊，是整个马来西亚最肮脏的州。马爹那时候还笑徐子根，因为不劳槟榔阿德拉内格里三巴。当时槟城欠债多过储备金。可是经过10年2届，槟城的人西北高啊，懂得改变，懂得改变，有的变不是通了，穷着变，变着通，山不转路要转，路不转人要转，人不转心要转，心一转境界全转，对不对？明知道投国阵是死路一条，还去走死路，所以槟城的人很聪明，一下子换，现在怎样？10年后，槟城过去欠6亿多7亿啊！你看槟城的人特地拿槟城的鸡来一狼灾耶，干嘛？我讲的对不对？啊，鸡他给两个 like， 特地从槟城来啊，他们可以做证人的。槟城你知道吗？过去是最肮脏，3个月路狼击败侯血了。槟城的 Joshua 拿到东门最清洁城市奖第一名，古早是跌拉啥咩？最肮脏的，现在是最清洁的，10年而已。林冠英一上台，全部那些不做工的 contractor 全部给他干掉，
全部请会做工的，然后我们的全部请本地人，不请外劳，请扫地抹地哦，十点都有人洗水沟啊，洗到来对不对啊？群工奖1500块，每年苏丹甚至倒大便都可以封 BJK， 都够厚不？对呀、啊，职业不分贵贱吗？清道夫的工作是很崇高的，没有他们帮我们扫地，没有他们帮我们洗水沟，我们有清洁的生活环境啊，对不对 ？We have to pay the highest respect and salute all these workers, especially tomorrow is a Labor Day。所以林冠英很会做人哦，全部封 BBD BJK， 哇，那些倒垃圾的安克，你不知道假螺丝一边好死一边无风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后来我们又推动所有的工程。公开招标，政府省下的钱全部来留给还给人民。开源节流10年过后，槟城今天几多人民福利，生一个孩子200块，孩子读书500块，进大学1000块，坐驾 taxi 的650，三轮车的1200，抓鱼的400，隆重五六在不隆重好啊！人家一个现在还有给免费医药卡，种种人民福利，既给了这么多钱，槟城的储备金。过去欠中央政府7亿，今天我问林冠英，槟城现在欠多少钱？从7亿减到剩下，已经还清了98%，只剩下6000万。明天林冠英打个电话，哈啾就还清了。如果好不？至少给个机会来给我们表现一下，对不对？如果好机会，个路人别走了，别走，不能做。你看槟城他们的储备金过去6亿，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吗？给了人民这么多钱。今天我们的储备金债务只剩6000万，储备金高达18亿，6亿变18亿，6×3=18，增加了3倍，10年增加3倍啊！如果我让美走进户啊，马华明正说：“哇，这个我的朋友啊，这个江胜进说不要换政府，不要换政府，越换越辛苦，越换越辛苦，这种是降头来的，哈哈泰国请来的降头来的，槟城人换政府啊，小姐美女。”你们换政府有辛苦吗？是不是越来越好？啊，有证人啊，不是我乱讲的啊！啊啊，他们是亲口称是，这就是槟城的人啊啊！你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给我们安顺的兄弟姐妹哈啊，槟城的和谐，世界第一等啊！什么不要换？他们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换了林冠英做了，你们有后悔吗？你们是不是这一次还是投火箭，对不对？啊，行。平常的西北搞啊，跟你讲，啊，我的安顺人顾客搞了，是不？啊，我们安顺人更聪明，你等就看，这一次就是好好写了，啊，好一个顶都敢了去啊！不要说这巴西不得骂安顺张家忠一次过给他倒到完，换过一次，这一次是大选，就是大扫除，垃圾就放垃圾桶里面去，扫到干干净净，好不好？槟城是这样哦，雪兰莪也一样哦。雪兰莪因为是地处中央，我们接手的时候，那时候是谁？那时候是这一个 Gay Doyle 是拔牙的啊，曼阿楼啊 ，Doyle 是套路爷啊 ，Doyle 现在去坐监牢才出来嘛，对不对 ？Doyle 套路爷，当时你看雪兰莪这么有钱，储备金只有8亿，哦，欠中央政府9亿，也是差不多完蛋了。现在给我们管10年，哦，我们的债务还到清清八八。8亿的储备金现在变多少呢？8×5=40，增加了5倍，现在有40亿储备金。而雪州人民的福利比槟城更加不得了。In Selangor, they have free bus, free water, free WiFi, free medical card。华人新村不用还门牌税。我们霹雳州有吗？霹雳州黑人牙膏做州务大臣，牙膏都没有送一支啦，对不对？泄密。啊，要放 Selangor 啊 ，this from Selangor 啊 ，confirm 吗 ？Right 啊，行行，哇，我没有乱讲的，对不对？啊，我们有雪州的朋友、槟城朋友特地赶来，就是要告诉安顺的人，击败一定要换，击败就是要换政府，打老虎，灭贪腐，好不好？我跟你讲，做了中央政府，大家可以分很多钱的。你看人家新加坡。新加坡什么国家？我时常讲的，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一等，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你问我哪里是最好的地方 ？Malaysia 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no other place better than our country. But unfortunately, we have a cemerlang gemilang tebilang government, cenderlang gembelang tebilang the government.
一个好的国家给那个烂的政府管，管了60年，现在也变成烂的国家。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看隔壁家新加坡。安顺有几多人在新加坡做工？你想想，新加坡什么屁都没有，木材、中油、旅游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是金银矿什么都没有，马来西亚什么都有，含巴郎西密毒。新加坡是一个烂的国家，可是他们懂得选政府，他们选到人民行动党李光耀领导60年，新加坡烂的国家给好的政府管，管了60年也变成一个好的国家。经过60年管，新加坡今天是亚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新加坡的大学是世界排名第10的大学，我们的新加坡的这一个金融中心世界排第3名，在纽约、伦敦下来就是新加坡啊。第4，新加坡的这一个不只是人均收入啊，我们现在又哪一个音响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OneMDB 爆料天王 Tony Pua。Let us welcome our fighter from Petaling Jaya, YB Tony Pua。啊，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特地从刚才他也在石根庄，也从石根站，罗宾逊也在石根站，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啊。一个晚上不知道跑到哪里，脚毛都掉完了，啊！所以现在等到他来，他要来开档，我就可以收档，啊，我就可以跑去12B，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新加坡是一个烂的国家，但是因为有好的政府，所以也变成一个好的国家。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只要选一个好的政府出来，10年后，我告诉你，今到时马来西亚就是告别黑暗，拥抱希望。来一个全新的马来西亚，好不好？所以，saudara-saudari sekalian， 啊 ，mari kita berikan sekali lagi tepukan gemuruh kepada YB Tony Pua。所以，好，各位，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想向大家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剩下8天，这8天里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确保安顺的人民要总动员，头可破，血可流，民主不可不追求。我们投票宁愿辛苦一阵子，不要痛苦一辈子。我们知道行情不好，但是行动党是党政分家的，我们不可以跟雪州、宾州政府拿钱，所以我们每一次做座谈会都向大家筹款。今天我们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在这武当山这一间庙，今天晚上的筹款我们是很透明的，在此向大家深深的感谢。今晚筹款高达14261.75元，感谢大家，感谢安顺人，感谢路人。Sekian terima kasih, Ruben Nandriga， 谢谢各位。